你的靠，要说开头原来，各位同学们，柠檬大师曾经萌到，里面就长这样子啊，它一盒里面就有12颗这种柠檬原汁，然后上面的图非常可爱，柠檬是有维他命 C 对不对？对啊，所以呢，之后呢，我就利用这个东西来补充我的维他命 C， 补充我学生的维他命 C 好了。哇，柠檬原汁哎，还有谁这样子？你们要喝柠檬原汁，还是要稀释一点水？稀释一点水好 ，OK。因为我学生快没了，我必须听他们的话。来，柠檬汁，来加一点水。哎，等一下，我们这些人会闭眼睛 ，OK 吧？然后猜说他们谁喝的，猜错比较多那个人就要处罚。喝柠檬原汁。好，那我们全部都放他了。那、啊、你们好的话就敲桌子这样子。好，开始。敲，走过来。啊，好酸哦！怎么看不出来？他们两个是不好啊。感觉怎么样？不能问啦。你感觉有没有变健康？你身体有充满维他命 C 吗？一直都有。那、啊、你感觉健康吗？现在？还好。他好像不太健康吗？不太健康啊。你觉得是谁就站在他后面？我觉得他。没有说什么跑走。你们喝的人举手。也、欸、可以先帮我查，如果喝柠檬原汁会有什么作用？会导致晒伤、胃灼热和溃疡。那我喝一口就好。那不要喝好了，我怕没办法喝。我不要喝哦，真的吗？嗯，因为你现在喝的话，可能是我杯嘛。哎、啊，你不喝的话是你杯嘛？不过你还没喝，我先讲，完全没有喝哦。先讲好，没有喝哦。因为我们后来上网查，直接喝原汁剂对身体不好，稀释过后这样喝就好了。水刚喝水，哦，口水刚流出来。非常的轻盈，喝起来就真的是柠檬味啊，好喝，真的好喝，真的好喝。嘴巴哭着。